可能齐晟刚刚输的那场有些难过吧，没有抓住到最后的机会啊，但是也给是值得期待。还是比较清晰的。哦，这一点摆得不错啊。第二板，哇，这球，哎，毕竟这个年龄啊也算大了，那么连续打两场这样的比赛，可能身体也会吃不消，这也是王浩辰的。一个连续真的很稳定，但是对于王浩辰来说，可能在屏幕上看胡金超是头发好像是绿色的。5-8，9-5，9-6。现在第一局侯英超率先拿到局点。7-8。侯英超每次到这种动啊，也是安慰齐晟回来了啊。齐晟回来了，齐晟是不是最后说其实是还想看侯老师打一场比赛？多少年不太好。对，确实啊，这个胜败乃兵家常事，没办法。对，但是就看他能不能判断清楚侯英超的这个旋转。其实如果能看清旋转的话，那是可以拉。你看这位，也是在脚步上，其实可能太强了。那个好球，一个死转，又是个死转，不转的啊！哦，漂亮、哎！其实他的正手就是侯主播的这个旋转，那么他是可以打一打的。他看不清旋转的话，那就是一头雾水啊。对啊，但不得不说王浩辰这个球打得真的好，因为在这球他看清楚了，对，前后落点左右落点都给那个侯英超摆开了，因为他是从后往前冲上来以后，哎呦喂，没拉上，身体素质太好了。对，哎呦，这是个死转。哎，因为练球的时间，其实他每个基本上都有把控的啊。基本。哎呦喂！转。其实刚才这个王浩辰跟那个廖鸿然。啊，假设他那场球赢了，有可能这个江这个一和，那侯，因为江苏正统可能抽到的就是主队，其实对他们的排阵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优势。对，因为侯云超如果打一号，就是在一号和四号位。死转。哇塞，这我球感觉是继前两局比赛之后啊，对这个侯英超对削球的这个旋转的判断更准确一些了。你看这球拉得真好，但你没发现那个侯英超染了一个绿色？对，灯光打下来，其实，在你看现场，其实可能没那么绿啊。没有没有，他应该就是。好，死转。哎呦呦呦呦！可以劈下去，对，加强拉球，兜了一把，对，加强一些，让他拉得那么舒服，漂亮，我说，哎呦，过来，哇，感觉王浩辰的这个
正手冲起来比那个蔡维的还有劲儿。死乱，哇，哇，漂亮，直接拉到，漂亮，这球又是一个，你看他这个太足了，你看他搓的这个球跟个小菜刀一样往前一切啊，像切菜一样，你看太好了，这个搓的、啊、这球反而还是个不，这些打削球的运动员就应该学一学这个侯主播，他搓球的这个功力，啊，太好的削球手。对对对对对，相信这个现场、啊。啊。那么现在王浩辰拿到第三局比赛的局点。球还拉上了，对方一个板边，侯主播有一个板边，我们看一下，直接打到板边上面，这球打的，所以他也是朝王浩辰笑了一下，对对对，不好意思啊，哎呀，这球，侯云超在比赛前啊就一直在练发球，漂亮，一比零，一秒，一秒，拉这边传了，三比一。对啊，刚才活动了下胳膊好像有点痛啊。对。关键时候派上了作用，啊，又跨步上去，箭步，啪一转，啊，让你无力。挺有那种左脚站前的那种拉冲法，也不行。其实我还蛮。其实看得出来，王浩辰的整体的动作啊，已经是慢了半拍了。这球都已经没法，真的是已经迷糊了。现在搓也不是拉柔克刚啊，像太极拳一样。好，要第六发了。这球不错，蔡伟有几个球也是这么失误的，这球可见真的是给的有多赚啊。一个海底捞月，对啊，连续的笑。啊，要早点这样打的话，可能可以打一打。一直拉其实也不是什么很好的。哇，漂亮！哎呀，这球！
比赛结束。那么恭喜以11-9啊，3-1，侯英超战胜了王浩辰，然后江苏正。